怎么了？没事。一心一意，好事成双。你可是偷摸站着有啥用啊？你手里得拿点东西啊。有了这个，你就能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成功拿下。周末的时候这家店人可多了，今天可能是因为平日的关系，居然还能抢到窗边的座位。筷子好用。那边还有免费的面包跟水果啊。吃主食，有点吃不饱。你也来一块吗？不用了。